在这样的赛制之下，为了公平，我们要邀请三位导师共同来到台上，通过三部 OPPO R17 Pro 手机刷开屏幕之后，得出你们的出场顺序。有请。哇！为了公平公正，三位老师可以随意决定选取哪一部手机。哦，哎。晴姐姐就是一直守着中间那个位置。哎，他不行，他还是二。你躲开，谁先选也行。那我们就这样。谁先？你为什么非要拿我这一台呢？你能把他那台拿走呀？这样换一下。这样吧，咱们仨吃脆丁壳，好吧？好，这比较公平，没问题。来吧，你随便换。换一下。对。哦。你可以把三台都放在一起也没关系。可以。好，来。可以了。石头剪刀。石头剪子布。石头剪刀布。那你俩再劈一下。石头剪刀布布。哇！哇！我们搞得真的好紧张啊！哦。手机是哪里的？本来是这里的，本来是我这的。对，我们的实力足够强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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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怎么？目前谁抽到二号，就将率先与徐峥老师的战队进行对决。女士优先吧。我就选这部了。OK。我不像山峥哥哥那么纠结。一二三，二，哇，哇，不行啊！三，何伟老师带领的无名巨社战队是第三位出场，我走了，加油，加油！